各位，我们去吃和牛烧肉，吃到饱吧！这里还有和牛黑咖喱可以吃，而且肉都给的好扎实哦。太嘎吼，矮黑梅森，今天带你们来到台南西门路的本格和牛烧肉自助吧，有各式各样的新鲜海鲜、肉饼、蔬菜，还有多家品牌冰淇淋、饮料，全部都是吃到饱哦。在一盘发出阵阵香气的和牛黑咖喱，也能让我们放肆的享受，而且料好实在又浓郁。但今天的重点是要来品尝他们家的和牛，依照个人喜好选择不同的价位，不论哪个，大家都一定可以吃得很满足，品项也都非常多种哦。本格烧肉是使用美国、澳洲和牛，肉质新鲜，油脂丰富，简单的海盐调味就可以带出肉的鲜嫩甜味。牛小排、熟成乐眼、牛肋排、M9 和牛，干一杯就可以开始享受喽。每种食材抓的熟度不同，呈现的风味口感也不一样，但唯一不变的就是高品质的肉肉享受。不懂怎么烤的也可以请教店员哦，而且加99元就可以升级成火烤两吃，实在太满足了吧。最后再来个日式烤团子，是不是烤得很美啊？因为他们的店员都是高手，而且完全就是技术流，你们是不是在吞口水啦？各位走吧，我要定位咯。